看这好可爱的盒子龟啊，你看，就在这个草地里面，就是我平时走路这个草地里面，下了一些雨，它出来了，你看，好漂亮的，你看底下多美呀！我知道，大陆朋友你想吃，我们这里不吃的，保持生态平衡，不鱼我就吃了。OK， 呀，你看好多龟，那鹅龟不敢吃的，鹅龟很坏的，咬人的。这个龟就是我们那个龟苓膏那个龟来的，可能就是做龟苓膏的龟来的。拜拜，别吃它啊 ！OK。